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讲故事的老飘。那么今天呢，在讲故事之前呢，要给大家看一张图片啊。这个很多80后、90后啊，应该是有印象的。很多00后的朋友呢，应该没有见过这种厕所啊。没错，就是厕所。那么这种厕所呢，以前啊，在学校里、在单位里就很常见，就是有一个不是很高的这么一个小木门啊。完了之后呢，这个小木门下方呢也没有说像现在的门那样啊，就遮得很紧啊，下方呢还会有一段空隙啊，就这种，也不知道它存在的意义了，对不对？但以前确实很多。那咱们这个故事呢，是一个叫做花花世界的网友啊分享给老飘的，是讲说呢他在武汉以前在读大一的时候啊发生的一件事儿。就那个时候呢，读大一嘛，新生就住在学校里的那个老宿舍楼里。那这个厕所呢，就跟咱们图片上的这种厕所啊类似的。有一天晚上啊，咱们这个网友呢，夜里1-2点钟了啊，在宿舍里看小说，突然间就肚子很痛啊，就冲到这个厕所去啊，就蹲下来啊，一边方便啊，就一边呢继续看小说。那么没看多久，就听到有脚步声啊进到这个厕所里来。那当时呢，他也没有多想啊，以为是有别的同学起夜嘛，就继续看小说。但慢慢的，他发现这个脚步声很奇怪，因为它不是那种啊很急促的脚步声。大家都知道啊，夜里上厕所应该就是跑来跑去，对吧？他说那个脚步声呢，就是那种很有节奏的啊，就是哒哒哒哒，而且很轻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不是因为夜里很安静，可能都听不到。那他当时呢，还是没有多想啊。那结果呢，是这个脚步声啊就停到他面前了啊，他才觉得说哎很奇怪，才注意到吧。那当时呢，赶巧呢是在低头看手机啊，就顺着这个手机的方向啊，余光就往前看，这个前面呢就是那个木门啊下面的那道缝隙，就可以看到外边的。他就发现啊，在他的这个坑位木门外边啊下面那个缝隙里，就显出一双女人的腿。这个女人的腿呢，穿的是一条红色的裤子，然后呢白色的袜子，那么一双红色的绣花鞋。当时他就慌了，你知道吧？因为他是个男生啊，在男生宿舍里，男生宿舍里怎么会有红色的绣花鞋呢？而且很明显那个脚很小啊，肯定是个女生无疑。但男生宿舍里怎么会有女生呢？啊，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。当时呢，那这个网友呢就很纠结，他很想抬起头来，但他真的不敢，因为他前面的那个木门就不到1米高，你知道吧？可以想象一下，那么有双鞋正对着你，跟你仅仅有一门之隔，也就是说，很可能你一抬头看到的是一张脸。那到底他抬头之后会看到什么脸呢？啊，是一个好看的脸，还是一个恐怖的脸呢？或者是一个苍白的脸呢？所以他不敢抬头，因为越想越害怕，你知道吗？就一直啊强硬地盯着自己的这个手机，其实当时根本就已经没有心思在看小说了，用余光啊就盯着前面的那双红色绣花鞋。就大概过了有将近一个小时，他讲说当时他蹲的腿都已经麻了，而且呢就是已经结痂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就很细节啊，已经结痂了。那终于啊，前面的那双绣花鞋开始动了啊，不是说转身走掉，而是后退的，首先是消失在他面前门下面的那条缝隙里，完了之后就听到这个脚步声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远，然后就听不到了。那这个时候他真的是连屁股都没有擦，就直接裤子提上去冲回自己的宿舍了。啊，回到这个宿舍之后就把自己的同学都给叫起来了，跟他们讲这个事儿，没有人相信。啊，但打那以后，咱们这个网友就讲说对那个厕所就已经有阴影了。啊，不过好在呢，他说他读到大一的下半学期，当时这个学校呢就给他们换了新的宿舍楼，啊，不知道各位啊在上厕所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奇怪的事情啊？但该说不说的啊，想象一下，咱们这个网友经历的那个画面，确实蛮恐怖的。好了，我是讲故事的老飘，让我们下个故事见。